我的作品啊，其实是需要观众一起来完成的。我自己取了一个叫"短路童话"这件事情，你可以看到作品里面会有非常多的角色，那可是它的顺序是切断的，然后它的年代甚至年代也是切断的，那它要怎么拼凑成它这幅画的故事？老实说，除了我自己的想法之外，其实我也很尊重，就是每一个观看作品的人，他可以组成怎么样的故事？因为你在串联的过程，我觉得就是慢慢进入整个画面的过程。那你进入进去，就会迷失在里面，它就是一个走不出来的环。因为你好组了一个故事之后，你可以再组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甚至无限个都有可能这样。Viva TV 与您分享艺术的美好。